经上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思想今天一个英雄全无用武，委屈确实太多，难道困于责任前途无力错？但我未放弃照亮远方，放眼于天边海阔，望有朝一睹乌托邦，曾遇挫折过往的辛酸已淡忘，寻觅自由梦一个，谁来热情伴我闯，片片纷飞风雨中你共我，放眼于天边海阔，渴望有朝一睹乌托邦，曾遇挫折过往的辛酸已淡忘，寻觅自由梦一个，谁来热情伴我闯，片片纷飞风雨中你共我，寻觅自由梦一个，谁来热情伴我闯，片片纷飞风雨中你共我。咁我介绍下我自己啦，我今年咧57岁，不过喺主内咧都只系8岁。其实今日咧，我到而家为止咧，我都未见过我自己亲生嘅妈妈。我爸爸咧就系喺我18岁考 A level 之前咧，同我一齐住紧农屋嘅。佢53岁咧，因为急性脑膜炎，跟住咧就即系翻咗天家。佢走嘅时间咧，只系剩翻10几蚊港币，咁甚至咧都要咧呢一个。學校的社工啊，幫我申請公援咧，我才可以繼續我呢個 A level 嘅考試。不過後來咧，藉著咧繼續去尋求呢一個基本上地上面要爭取嘅生活啦。咁到40几歲咧，都得著咗自己嘅物業，又揸到車，又娶到一個老婆仔，仲生咗一個仔女。不過後來因為咧自己嘅驕傲啊，同埋自己嘅軟弱咧，後來導致到咧接近家破人亡。咁後來咧正破埋產，我喺2010年咧嘅時間咧破產。咁啊，剩翻嘅錢咧，我個當時嘅太太有個2岁嘅女啦，佢只係袋住20蚊落樓，想買一串5蚊嘅魚蛋，都要等咗咧，即係一日咧先至決定得到。不過咧，神藉著咧我孩子讀嘅幼稚園，即係我女兒嘅大女兒咧，咁嗰個宣教嘅老師咧教將呢個耶穌嘅福音帶俾我哋。咁我哋喺2013年咧，我哋一家咧就決志信咗耶穌。咁耶穌將我哋一家嘅生命咧救咗我嘅生命。拯救咗我的家庭，建立翻我嘅家庭，仲俾咗咧两个孩子我，佢叫做奇生，系祈祷翻嚟嘅生命，英文名佢叫做 miracle。但系神咁样俾我咧，唔单止净系俾一个孩子我，佢俾我咧超乎我所想所求，佢俾咗第二个孩子我。我今天咧一家5口，咁所以咧我哋本住一家咧都系一个宗旨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。Amen。